我是 Yiewin， 我是一个婚礼的录影师。其实拍摄这一幅油画呢，我们筹备了一个月的时间，用了两天的时间来拍摄，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制作那个猴子。对我们来说呢，是一部很用心做的一部作品。其实根据我们的在拍摄前做的一些 research， 我们所了解到毒品其实分成很多种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拍摄这一个油画的短片，我们针对了抽冰这一个毒瘾做了一个深入的调查。我们了解到抽冰其实他们会产生幻觉，他们精神会亢奋，甚至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事情。在我们做 research 的整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了解到其实不管是什么毒瘾，其实 50% 以上的戒毒者在戒毒后会重新染上毒瘾，他们最大的问题来自家庭的不美满所导致成的，但他们没有办法戒毒后回到去得到周围的人的肯定接受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认为为什么那些吸毒者要去吸毒，我们很讨厌吸毒者，但是其实真正吸毒者为什么吸毒，这就是我们拍摄这部短片的这个原因。希望你们看得懂我们的短片，谢谢。